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台湾539的会员们，大家午安啊！今天呢，2021年的5月31号，星期一，五月份的最后一天啊。昨天539没有开奖啊，上个礼拜我们开奖只有中一次啊，还是非常的不稳定。从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爆牌，也就是4支牌啊。全车二中一还是2支爆牌，本来社长考虑一直用一支，我告诉你没有那么准的，我们大家还是稳扎稳打用2支啊，然后社长的2支一个礼拜都最少中2支啊，最少中2支，上个礼拜是中3次哦，所以这个礼拜是中1次，等于平均奖也是2次嘛啊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公开以后都公开4支啊，4支号码啊，05101014182828，也就是05101428，05101428，各位。全车二中一，只要你给我吃红，啊，600块我就报给你了。欢迎打电话到0915008814找叶社长，啊，叶社长免费的教你啊。